会去看他的收他的美图吗？你说我老婆的吗？对啊，他被网友拍很多美图。我他有传给我看了、啊，他有传给我、对对对，我觉得很棒啊，很棒很棒，美美少女。我说我可以重新认识你吗？对。不止突然大放闪，修杰楷近来因为老婆贾静雯在录制《乘风破浪2023》，也让他变成超级奶爸。那修哥最近也蛮常一打二，就是带两个女儿。那女儿们会不会想说很想念妈妈？一定会啊，看我看腻，很腻，对。但是还好啦，他们两个很乖，非常乖。然后，我也很习惯，所以可以快点把他们丢出去。那最近一打二的话，感觉贾静雯最近压力也蛮大的。跟你分享什么，是有什么支持他的部分，鼓励他。我真的一个礼拜跟他通话时间不超过5分钟，真心的，真心的。对，就是他一直，我觉得要专注了，就专注在工作上，其实是还蛮重要的，所以我也尽量不打扰。对，你说薪资沙龙吗？我有，还有光录影。对对对，有没有关心他一下的表演状况？有，我都有看，我都有看，有看了一下，他很棒，就是所有姐姐都很努力，我觉得很棒。对你有比较什么鼓励的话？我跟你说，隔空喊话，我就是把我所有正能量都给他了，对，然后留下负能量给我女儿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所以你最近也是理智线断掉什么事啊？你说骂小孩的方面还是？不然你要分享给老婆也可以。我通常还好，我每天都很认真的问他们说，你们会不会觉得爸爸很凶？因为其他小朋友，我只要说，可能说坐好，不要吃饭，不要乱动，干什么就之类的，小朋友就会很怕我。对，但我女儿是说不会啊，我觉得你不会很凶啊。他们为什么都会觉得你很凶啊？对，他们只是觉得我很爱念，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。你们的老师有跟你告状过你们在学校的事情？有时候会说吃饭吃的有一点点慢，然后跟老师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，我就会说你为什么吃那么慢？为什么？对，你为什么今天吃饭那么慢？他说没有啊，我没有慢，我不是最后一个啊。小朋友都会找到说，你可以比我慢呢。对，我说如果你明天再让我看到老师在写的话，我就让你没有零食，就没有点心这件事情。他跟你对话会讲到哭吗？因为你可能就蛮凶，我没有很凶，感觉很严肃。你们都不会这样对自己的小孩吗？你们都没有这样被对过。除了一打二带两位宝贝女儿，老婆贾静雯最近被网友拍到许多美照，但修杰楷的反应竟然是：你说我老婆的吗？对啊，他被网友拍很多美图。对啊，怎么跟我看的都不一样？没有，他有传给我看了、啊，他有传给我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很棒、啊，很棒，很棒，美美少女。对，你是录语音还是这样回传说很美很美少女这样？我说我可以重新认识你吗？对。他建议你可以用什么方法？他说那你会用什么？就是你要怎么追什么之类的。我们怎么在调情呢？跟你们讲那么多。然后最终是我说没关系，我选择也很多。对，开玩笑的。夫妻情趣大方公开，修杰楷贾静雯就算没合体，也充满粉红泡泡。完全乐综合报道。